有不同的习俗啊，就对于佛经上讲的这个事情能理解啊。那天上人间当然更不一样。所以这个古印度有十号，那么十号里面第一个是如来，这个意思，诚实论里面讲，诚如实之道而来。二乘正觉，故名如来。那么这个意思我们说的白一点。如来是什么意思？如真实之道。实是真实。真是什么？真是法性啊！诚是比喻它是诚如实之道而来的来到这个地方，来到这样示现成正觉示现成佛。这成如来，把它的范围要是延伸来引用呢，菩萨也是成如实之道，阿罗汉也是成如实之道。阿罗汉，佛给我们说，如实之道是人人都具足的。所以佛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。那么换一句话是，你有没有如来的德号呢？有啊，你有啊，他也有啊，大家都有啊。自信觉。那么在佛法里面另外一个名词叫佛性。你看佛说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。凡有佛性，将来必定作佛。这不就是大家都有的吗？那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？现在你有障碍。这个障碍就是你迷了，你迷失自信了。怎么迷的呢？你有妄想，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着，这个是三大类的烦恼。妄想呢叫无明烦恼，你糊涂了，你迷了，事实真相完全不了解了。第二大类呢，叫尘沙烦恼，尘沙是比喻，像尘沙那么多，多到没有办法计算。这是什么？这在华严上讲的分别。你有这个烦恼。所以你的自信不能现前。第三个是更严重的执着。执着叫见思烦恼，就是你的见解错了，你的思想错了，自以为是。那么佛说得很清楚，你能把见思烦恼断了，你就成正觉，你就成正觉了，成正觉了，就是阿罗汉了。
你再更进一步，能把分别断掉，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分别了，啊，真的分别没有了，你就成正等正觉。啊，正等正觉呢是菩萨。再把妄想放下，妄想什么？起心动念。不起心不动念呢，你就成无上正等正觉，那就是如来啊，就是佛陀。所以大家要晓得，佛法里头修学没有别的，彻实彻宗就是叫你放下，放下你就看破，看破你就更放下啊，所以放下帮助看破，看破帮助放下，就是这两个相辅相成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没别的。我到20年之后非常感谢张家老师，为什么呢？第一天就把这个秘诀传授给我了，当时传授给我，我并不了解，我了解的很浅啊，学布施啊，确实学布施破除经历啊，我贪心不多，但是很吝啬啊，为什么呢？自己生活太苦了啊，所以非常珍惜啊，自己生活所需的东西很爱惜啊，喜欢读书，书都不肯借给别人看啊，为什么？别人看的时候把我书看脏了啊，我很喜欢干净啊，所以从受张家大师教诲之后，心量慢慢拓开啊，我能够更刻苦的去帮助别人啊，心爱的东西人家要喜欢的时候也能够割爱啊，不像从前那么计较啊，这个57年了啊，年年在放，年年在放啊，越放越宽了。啊，所以老师头一天就教我了。啊，凡夫要想做佛，就这么方法。哎，你先放下。啊，放下什么？你再开一点智慧。这一点智慧帮助你再放下。那再放下说，那智慧又增加一点。啊，放下，放下烦恼习气啊。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是烦恼啊，这个东西障碍智慧啊，智慧是你自信里的本来具足的，所以到信心清净的时候，你自信的实相智慧完全显现了。不要学这个，诸位要晓得啊，学也是个增上缘，不是很重要，放下很重要啊，你看看释迦牟尼佛跟我们实现的啊做的样子，他学了12年啊，19岁离开家庭啊，出去参学啊，我们中国古人讲啊，寻思访道啊，啊，学了12年到30岁印度当时这些大德高僧名流学者他统统见过，都跟他们学过，所以12年之后他就没地方学了啊，没地方学就是我们想毕业了，毕业之后管不管用？不管用。所以到恒河旁边找个大树底下就入定啊，要知道他这个入定说放下，
把十二年所学的通通放下，这才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问题解决了。如果十二年所学的不能放下，给诸位说，变成障碍了，叫什么？所智障。这个我们学佛的同学，无论在家出家，不可以不懂，学了要放下。放下什么？不执着，不分别，我们只要做到这两个就行了。那个不起心不动念做不到啊，做不到的不说，我们就做这两个，学了之后不分别不执着，那就是智慧，就是厚德智。如果学了之后有分别有执着，就变成所执障，亏吃大了啊！自私自利、贪嗔痴慢疑是烦恼障，所学的东西不能够放下分别执着是所执障。那么在中国出现了一尊佛啊，就是禅宗六祖慧能大师，他给我们表演的，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，没有学，虽然参访五祖仁和尚，在五祖道场住了八个月，五祖分配的工作是厨房对房里面去冲米破柴，用现在的话说做义工啊，在常住做义工。讲堂没去过，禅堂也没去过，最后传法五祖把衣钵传给他，什么原因呢？他的妄想分别执着全都放下了，这个你要懂啊，放下才行啊，放不下不行啊。啊，这就是说明释迦牟尼佛学放下，六祖大师放下没有学也行，六祖悟的跟释迦牟尼佛悟的完全平等，是一桩事情，是一个境界啊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学跟无学不重要，重要是真正放下啊，把你的烦恼习气全部放下，你就成功了。为什么呢？佛在华严上讲得很好，智慧、德行、能力、福报是你自信里头通通具足，外面没有。所以佛家称内学，一切向自信当中去求，不要向外，外面没有，外面找不到啊，向外求的很辛苦啊，得到的有限，而且副作用很多啊，这个副作用不说别的，跟一切众生呢结不善的缘，这个麻烦就大了。所以连世间善人都教导我们啊，一个人知足常乐啊，应当是于人无所争，于事无所求，这就对了啊，这些都是讲的成如实道而来啊，所以这个成如来。第二个名号叫应供，应受人天之供养，故称应供。
为什么？他是老师啊，他不为自己啊，他一生为教学啊。老师，如果我们不供养他，他就没有法子生活。啊，所以在古时候，在中国，两种人用功。第一个是老师，第二个是医生。啊，中国从前医生是救人的，他不是赚钱的。啊，所以大夫来看病，给你治病，病治好了，他走了。啊，那家里送一点礼物给他。啊，家庭富裕的多送一点，清寒的少送一点，实在贫穷没有办法去这个供应的，大夫都是不施医药，他的存心行事是救人呐，所以这种人要供养他了。啊，老师是终身教师。从前教学没有收学费的啊，所以家长对老师逢年过节送一点礼物啊，送钱送粮食啊，来供养老师啊。佛菩萨阿罗汉他们的身份全是老师，你说要不要供养啊？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懂啊，不像现在做老师啊，他在学校服务，学校里面有工资给他啊，不像从前教私塾没人给工资给他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是职业教师，教学49年啊，他没有道场啊，没有学校的硬体的设施，没有啊，他教学的场所在山林，在树下啊，在野外呀，老师坐在树底下讲学，学生们围绕着一起来听啊，这样的方式啊。那么他的生活托钵啊，每一天出去托钵一次，他们中午就吃一餐，一天吃一餐啊，接受供养啊。所以佛在戒经里面接受啊供养四大类，第一个是饮食，第二个是衣服，第三个是卧具，第四个是医药，生病的时候接受医药供养，叫四事供养啊。啊，应受人天之供养。所以这个接受的道理要懂啊！我真正发心不从事于生产事业，那你就要接受人天供养啊。那么现在由于科学技术发达，这个生产事业也提升了啊，一般人呢也渐渐富裕了，供养的财物啊多了啊，多了怎么办呢？
啊，你说人家来供养法师，啊，他好心想来种福田，我们自己衡量一下，我们有多少的福田呢？来给他修福。如果不是福田呢，他也种下去了，行。佛门里面有一句谚语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就还，那就变成债务了啊！今生道业不能成就啊，来生要还债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。那我们自己没有德行怎么办呢？接受过来之后要知道，要替他佩服，这就对了，决定不可以拿来自己享受啊！你自己享受啊，那你就完全错了。佛教给我们一戒为师，还有一句话，以苦为师，这个要知道啊。佛陀当年在世过的是什么生活，我们要常常记住啊。今天我们修学有这么好的环境，比世尊在世的僧团你说超过多少倍？他们真干，还怕自己没有福报？我们今天干假的，还以为自己福报很大，这个账怎么算法？今天我回到这个地方来，正好遇到过年啊，大家喜气洋洋，我们恒顺众生啊，欢度这个丰年。过年之后我们想一想，我们应该怎么做法？佛门里面常说，一钵千家饭。啊，我们的饮食起居要简单，要简化。啊，所以将来的时候我希望还是能过住丛林的生活，一个菜一碗饭，啊，过堂吃饭是佛门的规矩，佛法特别是大乘重实质不重形式啊，但是佛门现在形式也没有了，所以好的榜样还是要建立啊，给大家看看传统的这个佛教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佛法传到中国，在当初可以说一直到清朝雍正乾隆年间
依旧是正法住持，还没有变质。啊，佛教变成宗教，大概总是在同治以后，啊，或者更前一点，道光。道光、咸丰同治以后，啊，才变质了。啊，在过去是教学啊，啊，你看中国丛林制度，丛林是中国佛法的特色，啊，就是把佛法正规的学校化了，啊，办成学丛林就是学校啊。就是大学啊，啊，丛林的主席就是方丈主持，校长啊，啊，他下面三个纲领执事，啊，你细细一看，你就晓得这是大学。首座和尚管教学，维诺。管训导，建院管总务。你看现在大学的时候也是这三个执事啊，在佛教就称呼不一样啊，称首座，称维诺，称建院啊，实际就是首座就是大学的教务长，维诺训导长，建院总务长，工作完全是这么分的啊，这是中国佛教特色啊，就是学校天天上课啊，皆行相应啊，寺院它有禅堂，有念佛堂，禅堂念佛堂行门啊，喜欢参禅的入禅堂，有堂主领导；喜欢念佛的进念佛堂。啊，那么学教经典也是分座讲经。啊，如果这个寺庙人多，啊，这个讲经的法师也多，同时可以开化缘。可以开法华，可以开般若，可以开方等，啊，有好几个讲堂啊，喜欢到哪里去学习的，一门深入，啊，有解有行，啊，初学的进忏悔堂学戒律，啊，奠定基础。啊，有考试，啊，它是学校啊，跟宗教真的没有关系啊。啊，我们供养佛菩萨形象是供老师啊，尊师重道啊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不是神，他也不是仙，啊，而且都着重在。表法的意思啊，所以大殿里面供佛菩萨两个意思啊。第一个是返本报时啊，不忘记以前老师啊教诲的恩德，念念不忘啊，从释迦牟尼佛以来。代代相传这些老师啊，历代祖师大德啊，我们今天才能学到佛法，这个恩德不可以忘啊，我们学得好才能报答
啊，才对得起他。啊，第二个意思呢，见贤思齐，看到他是佛，我本来也有佛性，我这一生要学得跟他一样。啊，看到观音菩萨，我要像观音菩萨那样的大慈大悲。看到地藏菩萨，我要像地藏菩萨那样的孝亲尊师。啊，看到文殊菩萨，我要像他那一样有智慧。他是表法的。啊，常常看到这些像，提醒自己，啊，不要忘记认真努力学习。他代表这个意思。啊，那么现在呢，这个意义都没有了，都把它当作神明去膜拜，错了。啊，佛教教育变成了宗教，非常不幸的。它是大智大觉，现在变成迷信，你说冤不冤枉？我们怎么能对得起佛菩萨？怎么能对得起祖师大德？啊，所以今天我们回到这个地方来，啊，志同道合的同学们，我们发心一起来做，啊，把释迦牟尼佛本来的面目呈现给这个时代。那前几年我在澳洲，我们在澳洲办净宗学院，澳洲政府注册的时候，我们是属于宗教，啊，这出家人办的嘛，你们宗教嘛，学院还是宗教。可是我们学院办了一年之后，澳洲政府跟澳洲这些大学到我们的参观之后，他们说他们不是宗教，他们是学术，我们不必自己辨别，做出来让别人自己说。啊，这个就对了。啊，宗教我们要给他加以新的解说。啊，照中国的字来说，宗，啊，宗是什么意思？宗有三个意思，第一个是主要的，第二个是重要的，第三个是遵从的，值得尊重崇高的。教是教育，是教学。那用中国字来说的，这个宗教就是主要的教育，重要的教学，啊，是值得一切人呢尊重推崇的教育。这个意思好啊，这跟外国的讲法不一样。第三个名称，啊，佛的第三个号叫正辩知，真是正确，决定没错误。啊，辩是圆满，没有欠缺，就是我们一般俗话说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这个话。很难说啊，谁敢说这个话啊？那佛告诉我们，全知全能
是你的自信。你的自信本来就是这样的，啊，华严在出现品里面，佛说了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，这就是辩智。啊，究竟圆满的智慧是自信里头本来去做的。那我们要读《坛经》，看了能大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之后说的20个字五句话，那这个正辩智你就会肯定了，你不再怀疑了。啊，他开悟之后等于说是给仁和尚提出他的心得报告，说明他的境界。他第一句话是：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这头一句话了，清净不是学的，你本来清净啊，你现在被染污了，你把那个染污的放下，你本来清净不又浮出来了吗？第二句话是本不生灭。啊，印度许多宗教学术界都追求大般涅槃，大般涅槃就是不生不灭。啊，能大师告诉我，自信本来没有生命。啊，第三句是本自具足，具足智慧，具足德行，具足才艺，具足福德因缘，没有一样不具足，你什么都不欠缺啊！啊，第四句是本无动摇，你的心是定。啊，像张家大师一样，行住坐卧都在定中，他本来就是这样的，现在怎么会变成这么心浮气躁呢？啊，幕后一句话，能生万法。啊，这个宇宙万有从哪里来的？自信变现，自信变现，自信哪有不知道的道理？没有不知道的。啊，不知道什么是你迷惑了，你要是不迷的时候一样一样知道。啊，能大师这20个字说得太好了。啊，佛是这些意思散在大乘经里面，他老人家用20个字把它描绘出来，很难得，很不容易啊，叫正辩智啊。那我们现在这个两个都做不到，我们的智见很多错误的，自己不知道啊，自己认为是正确的，实际上是错误的啊，而且我们的智见很有限。到阿罗汉都还不能称正辩智啊，可以说他正知，但是他不能辩啊，因为阿罗汉6种神通恢复了，恢复的能力有限，天眼、天耳、他心、续命、神足、漏尽啊，这个能力恢复了啊，我们都没有啊。啊，要怎样恢复呢？佛告诉我们，放下执着就恢复了啊，于事出世间法不再执着，你的障碍就去掉了，能力恢复了，你有天眼，
别人看不到的你能看到，你有天耳啊，有天眼有天耳啊，不要用电视了，不要用手机了，远方朋友谈话的时候你只一作意，就是心里想着我要听他的，无论他在哪里讲话你听得见啊，这个意思我想听他的，就等于说频道就接通了啊，神俗那飞行自在啊，到任何地方去不需要交通工具啊，想到哪里身体就到了啊，阿罗汉三国阿那含就有这个能力了啊，四国漏尽不生烦恼了啊，见识烦恼断了啊，那我们真的要想得到没有别的，放下就是啊，只要你肯放下你就得到了。这个底下一条啊，明心足三明之行具足，叫明心足啊，三明必须要简单解释一下啊，在佛叫三大啊，通达的达叫三大，在阿罗汉呢就叫三明，要知道三明跟三大是一个意思，浅深不同啊，三明浅三大深知，知知法显了，故明为明啊，这是讲，这是智慧，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，它在起作用，对于一切法显了，明显明了，所以称之为明。所以三明啊也称为智明，也称为知正明啊，正知之境而显了分明。那么这讲什么呢？讲三桩事情，第一个是虚命，第二个是天眼，第二个是第三个是漏尽啊，实际上三明就是流通啊，比六通说更殊胜更圆满啊，这个能力更大更强，是这个意思。虚命之自身他身，虚是之生死相啊，知道自己知道别人，你想知道哪个人，你心里一想就好像那个按钮啊按通了，那个人过去生生世世的你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，你想不相信？你要问我，我相信啊，我为什么相信？有科学证明啊，科学怎么证明啊？现在西方有很多精神科的心理医生，他用催眠的方法啊，但他不是自己催眠，是把那个人催眠之后让他回到过去时，让他回去再过去时。我们曾经看到一个报告，他回到好像八十世之前
要算时间呢，4000年。啊，4000年前，啊，他是男的还是女的，家庭环境什么样子，啊，他都能说出来。啊，把他录音记下来，等他醒过来之后放给他听。啊，这个跟这个类似啊。那么有一个催眠自己啊，不催眠别人的，美国的凯西。凯西是做自我催眠，在催眠当中啊，他能知道病人过去生啊，就是在催眠状况之下了，他有这个能力知道别人过去生生世世所造的一些业报啊，这一生这个病呢，病因是从哪里来的啊，很多病因与过去世的行业有关联，他能把人病治好啊，这个现在科学家承认了啊。凯西在美国有个图书馆，完全收存他自己的资料啊，他一生当中好像帮过有14000多个病例完整的记录啊，很值得做参考的啊，所以全世界有很多人专门去研究这些事情。啊，这是虚名头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叫天眼明，知自身、他身、未来世之生死相。啊，虚名是知过去的，天眼明呢是知未来。知道过去，知道未来呀、啊！啊，你看阿罗汉就有三明了，所以阿罗汉知道过去，知道未来。不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阿罗汉的能力500世，续命知道过去500世，未来呢知道这个天眼呢能见到未来500世。这是普通的阿罗汉，大阿罗汉就不能说了。所以我们讲三明是讲大阿罗汉啊，不是小乘阿罗汉，小乘阿罗汉还是讲六通，也就是说他的能力啊，只能知道过去500世，未来500世，小乘阿罗汉很难得了，不容易啊。那么第三个叫漏尽明啊，漏是烦恼的代名词啊，这是指见思烦恼啊，见思烦恼断了啊，成为漏尽啊。知现在之苦相，断一切烦恼之智也。啊，这个智慧叫漏尽。啊，漏是烦恼代名词，漏尽了，没有了。啊，就是见思烦恼断尽了，也就是佛在《华严经》上常常讲的，执着断尽了。啊，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执着。他就得到了，所以执着不是好事情啊！有人说我不执着不能办事，对的，你可以用执着做手段，你心里头有没有执着念头？
有执着念头，你是凡夫。心里头确实没有执着，而用它做手段，你是菩萨。啊，菩萨在这个世间没有分别，因众生的分别而分别。啊，这个内句，众生叫他毛巾，我也叫他毛巾。众生执着是毛巾，我知道这个没有名字。像老子所说的，道可道，非常道。名可名，非常名。啊，你们大家都叫他毛巾，我随着你们叫毛巾。啊，你们执着，真的有这个，我知道这个没有东西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这佛菩萨跟凡夫不一样的地方啊，在此地。那菩萨就更高了，菩萨不但没有执着，分别心都没有，清净啊。到分别心没有的时候，才生实相智慧，阿罗汉还不行。阿罗汉只是不执着，他有分别，所以他的信心比我们来讲清净多了，我们不如他。比菩萨来讲，他不清净啊，所以清净必须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啊，你的清净心才现前啊，清净心现前呢，就菩提心生了啊。我们常讲的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。慈悲心就现前了。那这个心浮现出来，这是佛了。佛就是这个心的。啊，这是你的真心，这是你的本善。中国人，啊，古圣先贤教给我们的：人之初，性本善。那么你有分别执着不善了，这善没有了，分别执着统统放下，本善本性现前啊，放下到一定的程度，自信的智慧也开了啊，这就讲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《金刚经》上讲的“则生实相”，生实相就是大彻大悟，就是明心见性啊，一个意思。所以，它是断一切烦恼的智慧啊，这种看破吗？啊，烦恼看破了吗？看破之后你才真放下，为什么你才放不下？没看破，这老实话啊，看破难，太难了，放下容易，太容易了啊，为什么不能放下？就是没看破。所以早年啊，亲近张家大师这个时候，大师曾经给我讲，佛法知难行易。你看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49年，我们都没搞清楚。啊，为什么行易呢？慧能大师一放下，不就成佛了吗？凡夫做佛，你说要多少时间呢？一念之间。一念迷你是凡夫，一念觉就成佛了，就在一念呢，容易呀！啊，这一念转不过来，是因为你不明了啊！
啊，我们天天在读经，天天在学教，这是一种增上缘，是一种方法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的烦恼习气太重了，迷得太深了。如果不在经教上用功夫，你一定是胡思乱想。啊，你会增长你的烦恼习气。那我学经教的时候，是可以把烦恼习气能降温，降一点。好处在这里啊，我听佛的话。要怎样听的才能受用呢？要听得很久才会受用。啊，如果听的时间很短，不起作用。一出门呢，跟外面境界一接触，又被染污了。啊，自己做不了主。啊，那听上多久呢？每个人根性不相同。有人三五年，这是上根人；二三十年，中根人；四五十年，下根人。下根也不错，四五十年它起作用了。啊，我跟诸位同学说，我是中下根人。啊，我天天读佛经，天天跟同学们在一起研究讨论，啊，讲解，是在讲呢，是自利，啊，不是利他，利他我还做不到，啊，自利，到今年57年了，才得一点受用啊。要不是天天干呢，早就被这个世间欲流欲望啊埋伏掉了，啊，你就迷了。啊，所以唯一，这是我自己的经验，能帮助自己的，天天读经，天天讲学。啊，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一个也好，两个也好。啊，不必要讲他，不必要很多人，不必，一两个碰到人就讲。哎，天天讲，天天学，才能保得住啊！现在时间到了，啊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